嘿，大家好，我还行。好，嘿，大家好，我陈浩。我们开头了，马上紧接着来看你。我这个血量直接被对方的纳克罗斯抓爆。好，很棒哦，这是一场永打野的一个实战解说。我看我的二技能喜从天降，在这里呢，帮我赚了一点助攻。去死吧，兄弟，太棒了！死后之后还有两个助攻。好的，那这一场我们带来是永打野的一个实战解说。那么在开头，我们就直接先被对方的纳克罗斯给轰爆了。不过没关系。我们这一场呢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一个小小的，也没很顺，也没很逆的一个小开局啊。反正这一场，我跟你讲，永这个角色啊，我们就来看看哦，到底哦，永打野哦，这个角色到底适不适合来打野啊？除了永神以外，哦，到底要怎么样让一般人也可以理解到，这个打野的一个好处以及奥妙。哦，那么第一件装呢，我先出一个小小的、小小的、小小的这个小小的带刀，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就再把闪电戟合出来，因为闪电戟便宜哦，又好用。再来就是可以加跑速，因为我都不出血。来，我们看啊，死亡预告5秒，4、3、2、1，死亡笔记本就是这个美娜，直接应声倒下，是不是非常非常厉害啊？超级！我跟你讲，这一场我跟队友开语音啊，我那时候看到美娜残血的时候，我就跟那个队友说，我跟你讲，那时候大招还没好。我大招 CD 就大概还有七秒，我就说呢，等一下7秒之后这美娜就死掉了，反正就是这样啊，事情就如同影片发生的，直接 biu biu 直接死掉，你知道吗？直接射爆他，直接把他内射，不是、啊、就是外射啊，因为这个箭从外面射过去这样。好，那这一场呢，对方呢打野是纳克罗斯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的站位啊，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哦，不能被对方纳克给挑飞到，加上没有闪现，加上我们不穿鞋，哦，这个我喜欢不穿鞋的勇，原因是因为其实输出比较高啊，哦，因为其实勇这种角色，这种就不小心按到，还是买了一下下鞋子，因为我喜欢不穿鞋的原因是因为呢，我觉得勇这个角色，你就算穿鞋子啊，还是会死啊，哦，会死就是会死啊，我想没差那几下。除非对方的物攻很多，可能出物防血，或是真的有歌德的那一种，比较要危险，很容易被控到，可能出个魔防血。再来看一下小丑大刀直接给他飙了哦，吃了红 buff 又可以拿小丑人头，一 game 里 go， 猛拿 game cycle。我看到对方的卡利，一个闪现闪过去了，我这边直接偷掉对方的野，来看一下对方纳克罗斯的位置，不知道在哪里。中路的兵线呢？来试着尝试一下哦，尝试一下把这兵线。扛着这塔，硬是把它先收掉。那这个我们身边有朗博，朗博这角色保盘能力算不错，但他只要技能要丢好就好。如果纳克罗斯过来的话，哦，要么就是你知道，要么就是把它推开嘛，直接把它包起来。好，那我们来下一件装，我们会丢出的是，其实我比较想出圣剑啊，但没关系，我出了一个小小的穿透装，哦，这也不错。那对方的凯撒路呢是魔龙路，是由马洛斯来担任的。那这边稍微给他 poke 一下，没有，我身上是有红 buff 的。哦，闪电戟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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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上面这边给他射一箭看看。哦，这一箭有点歪。那这边马洛斯呢，塔应该是守不住了，而且他想要跟我单打也打不太赢我。好，那我觉得你不出鞋子的话，你的这个700块可以在前期发挥出很大的攻击效用啊。我想这个时候啊，我的3000块跟别人3000块是不一样的、啊，我的3000块啊，全部都是换算成攻击啊，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啊，是吧 ？Defense。Defend， 好，来这边看一下、哦，我们再来偷一次对方野，来看一下马洛斯这边，哦，直接准备要跳下来是，马上先躲在草丛，等一下被动好，哦，这边再一个二技能，虽然有点缓速，不过没关系，往前射到马洛斯，对方的纳克罗斯硬是过来，但我们这边有4个人啊，我们有4个人啊，南方四剑客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硬要杀过来真的是太不自量力，我看很多的，就是那种冲牌角都会变成这种局面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说啊，这个抓到了，我先抓到他再说。但这个换其实，要么你把我换掉，但是你会死掉。对，就是这个换哦。如果是打野去换这个打野的话，我就有点亏啊。但重点是我的经济比较高的话，那这样换其实算 OK 的，合情合理。鲤鱼不能与驴同居。好，那这个队友呢，在那边 busy， 在那边忙啊。那但是我个人呢是比较自私的，我在下路呢开心的吃野，哦，开心的农经济。那这边来下路兵线上去了，对。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站位，一个小丑先定到，但他开了二技能的免疫哦，我的伤害完全都被抵挡掉了，很可惜，很可惜。不然的话，刚刚小丑血量应该会剩非常非常少。这边再一个一技能，哇哦，来闪电戟这时候出现的一个效用，有没有？闪电戟效应，我是用闪电戟打死那个小丑的，那个闪电链的。
对方的卡力过来，我这里呢把被动先叠出来，但是还是要把这个塔给点爆。现在呢只剩一只纳克跟一个卡力。好，这边再一次的一个被动收掉对方的卡力。那我的鞋子已经出来了，但我先不买鞋。这边看到对方的纳克罗斯，赶快大招 biu 下去，直接收割下塔，直接干爆。哦，那这一波硬是拆了两座塔。我们还可以再往前吗？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感觉不行了。这边对方准备要杀出来了，我这边浅浅累积要3000块，我在想要去购物什么，你知道要买什么东西 shopping 一下。我这边圣剑也有了，就卡在这个墙里买东西，这很危险。等下小丑过来，应该是直接把我射掉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想一下选购一下什么。平常我都选择冰袍啊，想说这一次来，我们来选择一下个全能武器呗。全武器的 CP 值算是很高的，但是由于我通常选冰袍的原因是因为，这个保命嘛，因为对方有纳克罗斯还有小丑。但是现在这个时刻呢，我的伤害已经很高了，基本上他对方很难撼动我呢，你知道吗？撼动我在这个历史上的一个地位啊。这边再射一箭，先看一下状况，没抓到，赶快跟过来帮助队友。那可以看到纳克罗斯在右上角位置，所以这时候我们靠过来进场是没问题的。这边在一技能定到之后，二技能被动打出来，大招射掉对方的美娜之后，这边拿了一个三杀啊，我们队友呢相当的 carry 啊。来看一下对方的这个，好吧，他跑掉了。好，他的卡力跑掉了，那上路兵线也来了，我们试着点一下塔。塔勇呢是一个可以无消耗点塔的角色，但对方的卡力这个黑水呢清兵的效果非常非常好，速度非常非常快，那大招果断搅起来。好，在这里先稍微的把这个兵线给拿掉。哦，朗博，哦哟，伯顿直接死去啊，我的妈呀。哦，你看到小丑赶快给他跑一下哦。这边一技能定到吗？没定到就直接跑了。刚如果一技能有定到的话，我们应该可以打，也可以直接收掉。定到二技能大招直接收掉，一套就这么简单，容易 peace 好。好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这边先抠撤退，因为对方的人现在目前比我多，我先不要打，看一下经济，其实我经济领先蛮多的。我说真的，因为再加上我的这个不穿鞋啊，所以我伤害又更高。所以对方想要弄我的时候，小丑来直接定到，哇哦，直接一个漂亮的蒸发，很漂亮的一个蒸发。所以你看哦，在对方的这个后排看到我还不怎么样，还不像看到这个阎罗王一样哦，来者是客，我这边就是要客爆他们。那这个马洛斯直接叫了大招逃跑，看到对方美娜，我身上是有天没有天种，然后大招先搅起来。我这边来看一下，顺便点一下哈，点一下来看一下，上塔，哇，上塔还是点不掉。好，不过没关系，对吧？人呢有三级，最不能急的就是点塔。点塔这个东西啊，你要是硬是点掉的话，很有可能会丧命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丧命就不好了。我们来这里看到中路一个纳克罗斯马上包过来，他直接收掉我们的这个闪电侠。纳克呢，就是现在这个版本的纳克到后期是很恐怖的，我要被抓啦，我这一个定身，好，没定到，很棒。好，这边的话，对方纳克，哇，还是硬是抓我啦，这一波就有点瞎了。这个，其实就算我穿鞋也跑不掉了，但是没办法，对方的纳克是有意识的。我跟你讲，以前的纳克罗斯啊，到后期会无力，只剩推塔的作用。但现在纳克罗斯出这种全攻击装啊，抓后排，抓完之后还可以跑掉，我直接过来一个大招，其实就可以收掉一只后排。那这样的情况下呢，纳克罗斯的这个伤害，这个。在后期啊的影响力就会变得很大哦。那可以看到我队友在那边啊，有点遥远，离我这里有点远啊。我这过去这一路上啊，可能会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，比如说被纳克罗斯抓掉。好，很棒，我有复活战甲，但是于事无补啊。对，刚刚队友在离我太远了，而且我觉得纳克罗斯很有意识，他就知道我会过去帮忙。那这个情况下没视野，我真的也过不去啊。哦，真的每个人都有过不去的关啊。那这时候纳克罗斯好聪明啊。直接硬是跑来我们家拆塔，哇哦哇哦哇哦！这个纳克罗斯硬是拆掉，来不及了，这一场应该是 end game 了。这时候库洛克背起来，完了 ，GG 史密达。好的，不过没关系了，那今天这一部影片呢就到此为止，我们还是有一个美好的回忆，对吧？愉快的回忆。如果喜欢片，可以订阅 YouTube 频道，也可以到 Facebook 按赞，那么 Instagram 也可以帮我追踪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面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